非常的赞啊，非常的赞。すぐ楽にしてやる。你的直播能不能投屏？应该可以的，平台都可以投屏了。现在，好，板边猴哥马上就要拿到100的奖励了吗？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对，一盘卡带很贵啊，当时黄鳝没来啊，今天黄鳝没有来。脚躲啊，这个反身再来啊，猴哥100块近在咫尺，我们刺客有很久断档很久了，连招荒已经很久了。对啊，那个年代相当于上万了，很贵的。好，打晕了啊，这个算不算？私信我，听不到我上头的魔性了啊！在某音某音啊，这边还没有挂，没有挂。啊，这个给10块吧，给10块啊，180啊，180。啊，又打晕了。哎，机会来了。好，再屌。啊，没有机会了。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了。下饭局啊，明天没有啊，明天没有。我今天不做视频了，明天我再做，后天发啊，后天发。好似太阳咁温暖。送给你10块，三只陀螺根啊，一个陀螺根。好了，猴哥拿到了今天的第一份奖励啊，5个币了啊，5个币了，猴哥拿到100啊。猴哥拿到100，第十根。好，刺客180，多好，再一根，绝对下饭局。哇、哦，漂亮，打晕，来，哎，啊，又中一个必杀，又中一个必杀，何不可小？啊，今天刺客遇到了强有力的阻击。小白不要动，辛苦，走，好，反身跳一波，好，转起来倒，漂亮，打连能连必杀吗？你说抬起来是吧，在空中个别角色老头还有金是可以的，其他角色需要那个才可以，需要相杀啊才可以，必须要双杀相杀才行。什么规则？累计赢刺客5个啊，可以赢得100块的奖金。刺客的话需要打出妙手才能拿到奖金。好，漂亮！我那时候在游戏厅，现在不行了。我那时候不牛，真正的在游戏厅是不牛的，当时都不会玩。根本就没有开发，现在那是秒杀一切啊！对，就是好的连招啊，好的秀，就叫妙手啊，妙手。一个妙手10到20块啊，就是很秀的连招，叫妙手。这样比较文雅一点。
好了，猴哥，猴哥还要跳，还要跳，反身跳。对，给刺客回春啊，说的对啊。好，起飞起飞，再屌五秒。啊，近身想抓，再见。看透了啊，看透了。呀酷耶！啊，猴哥，这把输掉了啊！好，再来，看一下能不能捏了猴哥。哎，啊，猴哥来了！啊，起飞，骗手狙，对啊，很屌啊！好，站 C。当年在接九五啊，没有想到接机厅打九五，没想到，好，反身跳，好，再来一个反身跳，呜、哦，漂亮，King Butter， 会的呀，会的。啊，裂了裂了啊，裂了裂了。对，三问局啊，三问局，必须是三问局。啊啾！好 ，CD， 你给我下来，满编就看谁秀谁。素材自受害者，飞斩，能不能来个必杀？来不了。啊，跳 CD 小跳，这个小跳的打点太低了。啊，又被打屁屁了，又被打屁屁。今天猴哥拿到一百啊，拿到一百。谁给他十里七天的？走。好，跳 CD， 对，他就是三问啊，就是三问。小跳对小跳的话很难打，很难打。小神龙跟猴哥谁强？神龙要强一点啊，强一点。猴哥每次都拉稀啊，每次都被对接猴脑。八神那是日语吗？是的。すぐらしに来てやる。啊，真拳跟猴哥谁强？这都不用问啊，这都不用问。我要捏死你的意思。打晕了。啊，被捏。